新闻一开始来关心花坛口庄乡亲近基台儿童公园，原本预定伫咧3月21日就会当完工，但伫咧施工过程当中，却去拄着土地尴尬，到有自来水供线爱煞，就连台湾特有的南海溪泄嘛出现伫咧工地内面，种种的问题，互包商决定先停工，问题排解了后，才有可能来重新动工。看到工程又失败，原本已经要完工的公园，到现在也是为着工程问题，工程进度完全停落来。花坛乡长讲，这是承包商主动申请停工，原因就是土地灌溉无做好，加上各自来水供线爱迁移，工程进度会使讲是完全停落来。咱厂商伫咧报开工了无偌久，就因为咱申请来讲吼。要来灌溉，厘清讲咱土地的界址伫倒，安尼较袂造成之后的一个纠纷。另外就是施工，咱开始开挖了，发现过讲咱这个公园内底有一寡自来水管，自来水管会伫个咱的公园内底，所以有要求着咱自来水厂来做一个移除的动作。所以讲造成咱今仔这个二八公园，造成。无法度伫个3月22日的时如期完工。儿童公园停工的原因也不止安尼，乡长提到南海溪泄尸体讲，这是施工的时阵误着，现场还阁有算未完的溪泄洞穴。南海溪泄也大凹啊，大凹到小凹，咱现场发现到一寡也。应该是死体去啊，已经翘起啊。咱二八公园就是一个儿童公园了吼，刚好又发现说有一个特有的一个南海溪蟹的一个亚种，所以咱其实公所伫早期咧规划时都甲考虑入去，伫咧他们儿童设施甲这个保留地，其实都有一个设计一个共存，让一些儿童可以来这里做一个游戏的时候，可以让他们。咱就要观察着咱这溪蟹的一个生态。花坛乡公所表示，乡亲拢真期待儿童公园会当赶紧完成，只是前置作业无做好，才会妨碍工程进度。眼前嘛，只会当等承包商赶紧将问题解决，早日恢复动工。大庄新闻张世良花坛采访报道。